主料土豆250克辅料油盐香葱3颗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土豆去皮后切丝放水中浸泡20分钟然后捞起沥水备用香葱切段炒后放油油热后倒入土豆丝撒上些清水大火翻炒2分钟加盖焖煮2-3分钟加入葱段炒匀后加盐调味即可出锅烹饪技巧无技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